他们反正片开头就是那，看嘛，片开头是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。哦，要得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。哎。哦。哦，你们是两个门面哈？哎，四期的哈。四期的哈，哦。哎呀，别个那个两个那么热情，我不吃感觉稍微不好的样啊。本来我们说去吃菜市哈，但是啊，结果走到这儿来，那个两个特别热情。我们家就当开个盲盒，随便找一家哈，都从他那边热情，必须去告一下。好，他来告一下。哎，我看到你很热情，我们在那儿吃啊。对对对，好。好，我等下我坐一下。好，坐嘛。先过来那个嘛。哦，那个上面下面都可以做。我晓得，都做了。那个牛肉，两个一两，一个干的，一个汤的。一个干的，一个汤的。哎，先煮那些哈。加了牛肉的哈，都是。哎，都是牛肉的。加了牛肉噻，我们一样加。哎，都是牛肉加的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先整个干的，我先整个汤的。哇，他儿看到没？香菜随便加哈。来，你要不要来？不要香菜啊。好，来来来。还有鲜椒嘛？哦，鲜椒来的，来我加点。对，鲜椒。今天又来个菜了。哎，鲜椒，哦，没得两颗粒的了。好嘞，再给我下个干的。哎，干的加的肉。你是双份吗？单份？双份肉。双份那个。嗯。哇。嗯。哎呀。啊，干的干的，来。那啥，我还做点，马上炖了。啊。嗯。二两麻辣，牛肉面要得，给你。它这辣椒是胡辣椒呀。嗯。啊啊，嗯啊，那个都会转转。啊。看看碗底做的。内江牛肉面，看没？老板，你看，嗯，我是加的是韭黄，嗯，盐水，个人随便加，哇，哇，这个干拌，哇，带些盐水，真。内江那个面啊，它特别细，特别够味儿。嗯。哇。我想随便找一下，它都不得撇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干拌更好吃。那个汤的啊，啥的，你吃不吃汤的嘛？不吃。不吃。哇，嗯，鳄鱼附身款，11元。哇，哎，感觉今儿的吃的比上回我们吃的它分量少点啊，上回那个分量多点。哎，没得上次好像很辣。真是啊，它牛肉比上回那个少得好些，上回那个牛肉很干很柴哈，它个牛肉都不干不柴啊，嗯，它个牛肉要软和些，看没，它要软和，它个牛肉都软和，好吧，啊，嗯，很糯哎，是不？这个鸡上牛，说它各有各的特色，好吧，嗯。
黄沙椒，味道更浓郁。还牛奶还好，看来哎，奶酪精华，牛筋儿。嗯。哎，吃起还糯，还是容易卡牙齿呀。嗯，慢劲儿嘛，是吧？两个一两刚刚好，今日消费49元哈，三碗面，两个蛋。